你看，暴击杨玉环一发普攻把翠屏给秒了。后离线，燕祖们呐、啊，你滑 EA 可以秒人呐、啊。咱先甭管他这个装备奇葩不奇葩，咱就说他这个伤害的提升，那是质的飞变，肉眼可见。也要知道，常规的女皇，她的伤害在玩家眼里，那就是光性上热搜，出了名的瓜。而今天特队暴击杨玉环，面对脆皮，她 EA 直接秒了，有什么好说的？可能有的鱼燕心里有很多疑问，但是 stop， 我们先忽视杨玉环这个英雄，你就想象一下，一个射手他自带回血，同时他集减速、晕眩两种控制于一身，还集加速、无法选中两种保命手段于一体，关键他还是无法混伤。所以你看，流氓机制六合一，女皇除了定位是个法师以外，他怎么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射手了？所以这玩法你说我能不叫吗？不可能。所以咱们教学开始，请先备战好这一套装备顺序和铭文，专业教学仅供参考。其次，由于这个玩法太过凶残和无解，所以遭遇了官方的小小的打压，想玩可以，但是我们需要准备好一个叫幸运分的东西，用来打点敌大人，不得一次就五分。